怎可能？完了！副军长，不是叫你紧走了吗？这下灭火了，灭火了！天啊，都离开这个鬼所在啊！喂，别遐尼激动，小心别脑筋。我不是咧做迷茫，副军长，敢真正是你？真正是你吗？好了，真正是我啦！成功啊，拄只是不是你一直咧叫我？是我，是你啊！不管了，小队长向来稳重，哪会变成这样？我终于等到铁棍的人来救了，终于！但是为什么会这样？救命啊！谁来救我？谁啊！你的头啦！你变成这样几天了？现在是应该轮到我救才对啊！救命！谁来救我？老大的紧来啊！救命！副军长，你总算冷静一点啊咯！紧跟我讲，这个所在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唔知呀，我什么都唔知，我入来之后就变成这样咯。副军长，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妖术吗？看得出来，拄只就免问你咯。连副军长嘛无办法。小队长啊，这次军长派偌济人予你？百名替军卫。那遐兄弟人呢？兄弟村来不多咯。怎会这样？副军长啊，你先做我来遐个所在，到了，你自然啥物拢明白咯。不过咱肯定爱紧啊。大路吧。叫我较紧呢，结果你走伫我的后面，是你爱较紧的吧？歹势，我较紧呢。到底走偌远咯？也未够吗？副军长，距离已经无意义咯。你也未习惯，即马正常人的一步，大概是等于咱的62步。你是怎样算出来？方才在外景湾，我利用你的卡印与卡印中间的距离所估算出来，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未准咯。你的意思是？咱也咧变色，有真侪兄弟就是这样不见的。如果咱唔赶紧赶回洞内，咱就危险咯。有啥物比这更危险？老爷，你是咧滚生笑？副军长，属下无心情滚生笑。副军长，你哪会走咯？你拢这样讲咯。唔走是单要让老爷吃哟，可是副军长，你唔知影要怎行？这边啊，副军长。就是这个所在咯。等一下，遐个坑是啥物？日头那会熊熊落山咯。
哇，是不是危险？副官长快进入吧！你敢有看清楚那是什么怪物？大概是拉牙甲蛇之类的吧。以前无感觉，今嘛我开始讨厌这四项物啊咯。小队长，你回来咯。哈？副官长，怎样连你啊？啊，死你啊！副官长，救我！救我！啊！快来这边！洪逍遥显速反应，反刀击穿。啊！另外一个人呢？大哥！啊！哭！小心！这个位置不安全，赶紧往内底走。啊，走到这个所在，应该就安全了。瘦的大腿，新学习，新气象，梅香雾盛大开张，红梅板娘帮你升级耀光卡，让你场场战役都 all pass。